像漂亮的造化啊，又在街口上啊，漂亮都有关系。这是有戒指，原来对，原来这些是你的家也是这样，对，像你的手一样，都是像你看好木头是代表厂。可能就好像抽象画在抽象，里面有说明的时候，人家没有办法理解到你创作的想法，那个还是要有。我是说那个是清代的，刚讲的那个部分，所以我是说，好像要做的事情，对对对，对对对，自己改自己改，发言自己的东西，到后期的时候表演，对对对，国外观光客，台湾的后期是还有那个代表没有了吧？代表没有，接下来是我想要来带他们家，各区的区长，各区长啊。平时跟其他做的
就希望大家有意识，有一个识字，至少你有识字，来大师兄建立连接。所以我们也想办法跟大师兄连接，所以我们也想办法跟大师兄连接。因为今天那个和平公园，如果能够的话，我们可以助您提到和平公园。所以那到时候各组把它关联上去，大师兄先各组最具有特色的东西结合关联。也是一个景点，未来很多功能，当那个景点，外交觉得不对。那个我们现在那个第三学期制，就是文化传承什么教育课程，那个地方就是有地方可以。最多人没有办法传承，那个也是不止小孩，大人也是要传承。公益师在那边驻点，就那个我是想要离这里文化会馆很近，所以现在文化会馆办一些桃园县的，我们都是原住民那个资源中心会馆。这一般是收藏艺术，对，很辛苦，要加油，是要加油。加油！到时候我们来努力看看，希望有一天那边的话，对不对？对呀，你看哦，如果把台湾组的荡秋千设在那里，这个西老街就不会那么塞了。啊，对啊，真的啊，把原住民的荡秋千放在河边公园，然后把它灌放那边，人家拍照，然后那个会所也盖了，哦。其实体验特色，对啊，不容的射箭呢，射一个场地。那边很宽呢，往下看。所以下次开我要提，把那个文化公园设在和平公园，我们把它 A 过来，荡秋千。原住民主题公园。对，可以，我们这个名称往下次开回来。会。往外面推，你可以用这个经纬大这样压一下，压一下，然后再反过来，轻轻的推哦，它就会拖出来。好，再运用它的刀型，不一定要坚持，因为它的比较宽嘛，不好你看到刀，然后找一个比较小的。去应用，好像这个先把它剥开来，它这自然会跑出来它的形状。要硬哦。这样对吗，老师？对啊，对啊，这样对啊。对哈，只是我的力量比较小，蛮慢嘛。力量小就抓小一点，范围不要太远就好。对。这个是没有化身的哈。对哈。我不然都会挖深，对啊，要加强嘛，要加强，因为你的深度已经超过你画的线的话，照样还是会裂开，所以你保护线还是安全的那个做法还是要，对，就像防火线，防火线，对。这个不一样怎么办？这个怎么处理？我这个。漂亮吗？可以啊，那样。可以啊。好，你说这个部分这个，就这个部分你已经挖的 OK 了。可以。啊，对啊。把那个三角刀，这个，
这如果要的话，就把它挖深一点，往外面推。对，往外面推。它就会那个角落这个地方就 OK 了，它剩下这个地方。哦，然后像你这个部分哦，你待会要的更深的话，还是要重新再深一点，这样才不会破坏到那个。再描述。对对对。还要再用这个刀子再描述。对对对。再画一下，再画一下。好，都有安全性的安全。这已经深哈。嗯。你会不会挖得很深啊？没有关系啊，到最后你还是要呈现比较深一点，浮瓷比较浮雕比较漂亮。还是要继续弄。嗯，对对对。那待会就慢慢从这边边缘推推推推。所以不要怕边边弄得很外面，没关系。不用怕，没关系。越深它呈现起来的立体感更好。哦，越突出。对对对。你看到那个阿米斯的那个年轻的阿米斯的，管这个手，因为他我们是讲资源中心嘛，我就跟资源中心讲那个。还有板扎加库，板扎还有台湾加库，还我告诉你，奶扎叔叔，我是台湾族，我也知道，我也会讲，我也。台湾加库，阿米斯加库，我们这个厉害了，多请多请多请请容，容是我们的那个种子老师啊，真的哈，叫我们那个末世教学的时候，就是哎，我是阿米斯，板扎加库啊，台湾加库。阿来，来好。至少参加这个团队不错。我们也大概只会这些。都可以学。现在又在去那个什么光明国小上了吗？没有，太远。以前很会说阿美族话，现在都比较忘记。就是因为我们都是跟阿美族一起那个啊。三角。我要用我的那个什么那个保留地哦，弄皮一点。保留地这个。嗯，你保留地哦，山上的林地没有平的，要斜斜的。要有山坡。要山小山坡。要小山坡。至少有15度、20度。你们森永更夸张哦，不要忘了哦。啊，对，我说的也是。有啦，我家就是。那玉发那边对啊。对啦，玉发下去是吧？他家写的最恐怖了。最恐怖的那个山坡。所以那你就想。还有我姐姐的那地方，姐姐的位置。可是那个我们每次小时候都是溜那个的，有没有？溜那个冰的。槟榔那个。槟榔的那个。槟榔叶。裤子破了还不起来的。有了，动作越来越快，嗯。把这个放走一再放，反正就弄起来没。我给你抹了一下光，我。哎，你手很酸啊。哎，你不好，你没有办法，怎么又不会滑？会滑吗？我带了两个。黄老师，他们说不到完成的话就要去工作室上课了。哎呀，这不答应。真的，嗯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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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像我这个外围做好了以后，我们中间这个怎么处理？哪里？中间这个，中间的边框哈，它在中间地方，你还是要把那个叶子的部分做起来啊。所以你这个中间要挖深，不要凹的，它的幅度要把这个线挖下去。这个部分要挖深。我这很深嘞哈。对，挖深以后，它的叶子才会呈现这样。所以我要把这个挖最主要你们今天主要就是要
熟悉这个刀的形状，这样。然后我这个，对，那我问你，我要用什么刀？这个中间这个用哪个来打字？半圆刀啊，那个半圆刀这个可以挖，哎，然后挖起来，中间的挖起来以后，我搞不清楚。挖起来以后，它边边这个部分也是要。也是要用弧度去凹槽，就会有凹槽。对，这个部分哦，要一个弧度。我来照一下，我看。哦，对对。这个我大概做一年才做完。不会的，一个月了。你的成品可以拍照吗？可以啊，他不叫傻金龙，他叫傻姑娘。哦，傻姑娘，你叫傻金龙，没人回应你。等一下，拍一下。叫。萨基努是另外一个。你们的萨基努。没有啊。可是要叫原住民的名字，三个字都要念哦。萨姑刘老师，不要只有姓，不好。沙老师，哇，就娃娃了。如果是说在那个木材哦，也是要先做，先把这个部分线条先。哦，那我要再描吗？这个只有这个中心的而已啊。哦，然后你也把它挖深到你要的那个程度。可是程度还要看你边边的部分挖得多深。如果说你那么浅，我这个一定要挖浅浅的这样。如果很深，对了，以后会很深的，以后会。对，然后这个部分就变成这样，你这个先推推走，它推到那个线条去。啊，你那个作品那一张纸哈要保留，因为以后你把它刻下去以后，你有一些线条会不见，哦，你要靠着它那个来再重新去画这个。所以我这个地方还是要画一条线，这样在挖的时候会比较好。对，也可以，然后这样挖差不多有一点深度以后，哦，可以去看它这个越来越深嘛，哦。一直重复的话，把它画起来以后，它这个部分边缘，因为它这个是一个有角度，有角度以后就这个给它挖到，让它一个弧度起来。对，这样。怎么会有叫做画刀的这个名词？好，找过来。好，有一个动作就是，因为它本身这个。雕刻雕刻刀没有办法把你弄得那么那个圆嘛，那就要靠沙子去。到时候就用沙子去。对。好，它这有两张，一个一白的哈，那个沙子对折。哦，用没有字的那个。再对折，变成一个半圆。嗯。他弄这个中心以后，因为你旁边的深度为深度，你这个太浅，这个要浅。然后你这个部分要半圆，你要靠沙子去，因为你用刀子，它那个会有纹路不好看。嗯，按摩以后，你就感觉到它的有弧度呈现嘛。你看，感觉到有点，然后到最后再把这个线条画起来。画起来的时候，因为这个线条画起来是为了什么？你为了未来以后，你这条要展现它的线条，你可以把那个呈现起来。因为它这个部分也是半圆过去的，因为它这个是半圆过去，到最后你这条线条就是直接用。三角刀去描写，最主要就是这个深度。深度要。为什么要叫你们先把旁边深度挖起来以后，
就看得到你这个深度跟这个深度要一样，比例差不多，这样就好。好，这样。那这个部分中间就是用半圆刀去要靠砂进行来呈现半圆的。像有那个凹槽，凹槽的那个，叶子一样的，那个黑黑的，这里那个背景，那个，如果，烧，会姜，那个烧那个烧那个飞鼠的毛的那个味，然后先喷的，那个动作不能太久。因为黑黑的这样，先喷然后再摸嘛。喷灯弄完以后，稍微再摸，喷什么？看那个喷油，不是直接用，直接打开喷，这个不能说太久，这边会哦，就稍微这样带一点，有一点那个要平要不那个高一点，离木头远一点。对对，要它的，你越久它深度越黑嘛，它会更黑。然后完了以后就开始磨磨磨到它的。会呈现暗暗灰色的那种风格，对，很漂亮。这个未来这个技巧上，收尾的动作还是会那个，因为这现在这个课门哦，我教在波罗大学是34个小时课程，对呀，他两个课门是那个什么讲什么。那什么课？什么课了？哦，那个文化历史课程，对不对？素养课程。对呀，对呀。34个小时才会弄到这个证，你们三个太厉害了。因为对经验的第一次办。没有关系。对哦，我们像你们有开始呈现出来的话，未来的。他们有这样的故事，我们要给他爱的掌声。当然，我也很高兴，我们前锋哎，大家。这个动作，那个动作比较是一般的，要手要压着板子，要这样。即使你要自己去拿捏了，一个动作教你后，哎，感觉到最舒适的方式怎么弄？太阳没来，有啊，你来我也会来啊。虽然我是太阳。不能这样讲，我来我这里。没事呀，为什么？看来我也学你们这个目标，开玩笑。小心你的手哦。不会。手在那个刀子旁边。不会了，我了解了，我自己知道。那个刀子来，它马上会闪的。你的手，他的手。慢慢会越来越熟悉，会控制刀子的。对。刀子怎么越来啊？转过来，对。海明，我们那个是强国装，季节。他不要。对啊。早知道。还是说那个没有讲清楚，没有讲的范本呢，然后钱是可以跟上面申请。对呀，那个有申请就有了。对呀，可能是不是他们不是很了解？而且我范本都写好了。对呀，就是有范本啊，这样。哎呀，他们也是不愿意那个了。对呀、啊，不想做，然后找那么多人。对。这个没有发动，用那个三角刀这种呈现它的线条就好。你等一下看那个样子，它只要这个哈，因为它这个是有点它的高低而已啊。你未来就呈现它，直接呈现它的线条就好。那种老学校，他们还要提会议呀。哦，是这样，这叫呈现就好了，因为它这个是它的叶那个枯萎的那个。尤其是那个什么比较，这样一层一层这样就可以了。哦，这个部分你要用那个纹路去雕雕就好了。最重要就是它的这个边一定要很明显。开心，生气就。
对你来讲是材料非常有效，问题是没有新没有消息，我没有画太，你看了上材料在这边。啊，这个是最后的，你这个中间要先要那个这个，要跟那个数据对话，因为他等于就是没有电话。其实和需要的时候，哎，我们先学会，啊，对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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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，我跟他讲，我跟他讲不要太长太长，我们就牺牲了我们是为了等一下把作品赶快把它大概的速成班。
很像他这个歌这个动作一定要很扎实，挖深一点，像慢慢的挑。这还不够深就对了。哎呦，我真想要用刀子敲，用那个什么斧头敲。其实有一个，用斧头敲这样。这个东西最小的，其实像我们一般你们了解后，像我们家工艺师刻这个是基本道理是这样弄，是一个更快的方法。对，就用那个刀子切，有没有？先画下，用美工刀，对，这比较实际。哦，再削别把什么了，不能够。哦，我不，的手还没办法控。几秒钟？你好像很大力哦，你把它的那个师傅的。然后你这个部分这个边缘，你再用雕刻刀，是吧？切掉就好，因为安全部分。哦。那我教你们是为了你，不能当然不能教学生用这个。对，我要不能。哦，对，好。这个是为了要更简单的方式，如果自己在家里自己用，啊，你了解了它的意思，比如说这个好俯蛙身。这个是。哦，对不对？因为它这个方法是。让你把成品赶快做，呈现出来的那样，您是累积起来的经验，这样，然后要斜面的话就直接这样，另外一边，对，呈现出来，很快它就看到了，就变成这个是道理，成果结果是一样，可是方法是不就是那个进阶的对对，然后当然是不能说，当然基本问题一定要跟你们教你们，他这个部分给他推平，因为他这个板子软的，对，那你再掉好像很简单。不会啦，他感觉到那个老师混了那么多年哈。对呀，还是哇，以前都手都会抽筋。哎呦，那我现在。对。反正就是想办法把它那个嘛，不过是我们再先割，然后再来。赶快体会那个刀子的形状，怎么运用在。哪一个部分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哦，越来越厉害了。就是这样，你看，就比较。对，这样我知道，因为我们那刀没有。不够深的话，哈。会不够深。你挖的时候会比较浅一点。如果很深的话，你再怎么推，你的作品都不会损坏到。这个用的刀有多少？像那个角度一样，我觉得好像。对啊，你这个角度这个部分呢、啊，直接它那个形有个刀形嘛，你看贴上去刚好，直接对嘛，他们那么辛苦一直这样，刚好它的角度出来。哦，你看它跟我这个形状差不多，因为你用这个很宽，买多砖，这边这个就弄不大，对，比较宽一点，比较好控制。它小的这个可以控制到它的力道，还有它的，啊，你要的也很漂亮。哦，好，谢谢啦 ，Thank you 啦。刀下去就会很漂亮，是刀工。刀工，刘老师，哎，这个还要再弯一次吗？够深的就好了。你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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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
你现在的这样，过来那个过来，先推看看。这位，看到你现在在挖深井，没有一家了。是不是？好，到最后是这个关于那个蓝色线条的那个方向，那变化掉了，是掉长官的未来十年的规划、计划，好这个检讨啊。有一个，我的意思说，我们的社会的那个行政干部叫一起，长时间召集，就是可以今天做。你会是用哪一个社会吗？这个教育协会。那你用这个？因为这些协会都是朱毅老师的教委，然后这个朱毅老师，因为师资都在我们这，像这个是，对，教育局花一个时间，召集我们一些协会的所有的博士、培训的一些老师啊，朱毅老师，共同为了这一年的这个培训计划来一起。那好，那这个部分你先问一下。就是有参与竞赛的先辈的时候，对啊，对，报告教授，没有问题，没问题啊，越来越像活生生的花草，活六吗？越来越像。老师，我好像有抓到一点要点，有了哦，要这样，对，对对对，是这样吗？哈，沙老师，沙老师，哈哈哈哈哈，沙老师，荣老师，不要沙老师，那这个就是讲了，哎，对，这个直接，你要的时候到最后你挖完了，这个直接推推过去，那你要的那个。它那个主线的，主线，直接从这个地方，先这样慢慢推，然后你要极限是到主线这样，哦，对，可以受限，它有一个幅度下限，这样就这样，哎，用幅度的下限保护到，而且又加上你的那个。呈现出来的卖相，就安全，又加上对，对，叶子是这样，就按照这个，这个未来这个这条线是你要往特色外面，你现在是往外，我的优点就不行，特色的，只能做点这个。你先把这个放出来，然后去取景。嗯，帮我。嗯，那你可以慢慢的。那剩下的就是这几里了。哎，剩下就是这几里。啊，然后怎么？这个。车子接驳的，那你要的就是这块，比如说，现在那个够明显的话，比较轻化。所以你这个，你这个需要的，这个是前面后面，前面后面要分清楚，要分清楚，怎么分清楚呢？叶子一定是在前面，嗯，对，它这个梗在后面，对，它这个部分要，对，这样的话。这个要呈现在里面，这个要挖深。这个变成它在里面，有没有？这个要在这个在它的后面，所以叶子的这条线要呈现出来。嗯。啊，这个要在它的后面，那这个就是要挖深。挖深以后，它才会呈现它的层次高低层。高低有一个，如果是线的话，最好处理。不是的话，没有。你继续挖旁边。
只是一个动作，做出来。我知道的技术，我的这个技术我有。对，这个也有。对，因为它前面后面的。好。那如果我挖断了，怎么补？挖断了，再把那个。再往后也后面一定有得救的了，有得救，嗯，一定有，大小而已，不像不用去粘什么，不用，就要挖挖深，对，挖深就可以了。到底，哎，这个部分呢，这部分要挖对通通嘛，不是那么简单啦，看起来简单，就那么容易，可是等到你的作品做出来哈，你以后有信很有信心，再第二个这样，而且不一定要用。其他的画得很好，要去找你，怎么找你了？嗯、以后就会感觉到哦，那里呀、啊？那里什么东西？啊？是老师的那个 DM 吗？哦，那边有啊，有住址，有工作室的地方都有在那边，有写。哦，哎，要去烤肉也可以啊，我那个有500多坪的农场。在台中哦、欸？你在哪里？台中。雾峰。嗯、在雾峰那边，台中，台中的雾峰。我想要做一个门牌。嗯？门牌。门牌？有啊，有写。柱子。嗯，请问一下，哎、如果说这个哈，嗯，这个应该是在它后面的，如果比它矮的话，你会雕这个更瘦就可以了。对呀、啊。不是、嗯，它这个叶子哈、啊、是刚刚发芽，对对对发芽有把这个梗包起来，哦、有包起来的意思。对对对。哎、谢谢都。对对。啊、我以为他是他完成的，哦，哪里可能那么好？我真吓死我了。没有这个，比较顺，比较顺，对，比较高，它变化会比较。这样吗？就这样挖？不是，你这么挖到那边，挖到哪里？我要挖这个下面吗？你这个部分这个没有，不用挖了。那边不用挖了。嗯，只有这个里面而已啊。你这个是一个土啊。嗯。土对的。就呈现这样而已。嗯嗯嗯。这个后面这个是土堆的意思。哦。哦，那这个不用，就里面那个挖掉就 OK 了。挖完那边我。嗯，我没有关系，这个到时候这个再给它挖平，挖平就好了，不用沙尘。现在要用这条。我说。现在不能。好好的，哦、用这个呈现它颜色上，用还是要用这个动作出来的，因为你老师刚刚不是很棒，用这一招直接把它用画刀的线，嗯，那也是这样画出来。这边有没有就是这样子浮上，因为感觉好，它这条跟这条，它不是，因为你已经有深度了，前后无问题，有深度了，这个你大概把它这个还是要按照你刚才的动作先把它，不要说完全。跟它一样深，不用大概把它剥掉一些。先不要考虑到这个问题，嗯、因为它在后面，哦，那、啊、你这个，哦，小心小心，这个纹路挑好，那边小心你的手，我的坏的手，再来下面动，好，还是让那个动作要推，推以后。呈现它的那个，呈现它在前面立体感的那种前后程序，哦，前后的顺序。啊，待会你这个部分会有一个，为什么会被割掉？以后你要照那个图案再去看，再描起来，这样就好了。嗯，先把这个它的梗呈现出来，哦。然后再加深，然后这条就出来了，还有这个，它这个是它的后面，嗯，哦，那像这个就没有了哈，那个没有，这条没有，哎，对，你看它只有两条线，只有两条线，啊，你看这个它的样品，
这条要呈现出来，然后它跟它的距还是有点距离，可是它这个叶子是包住那个它的梗，哦，后面跟前面这样，它有三个层次，一二三四，四个层次，一二三四，嗯，它比较高，比较里面更里面这个更后面的层次起来，好，变成以后看感觉到这个东西是很容易，好，啊，你割的时候先把第一个。他我那边有一个说明，就是，这边这个，哦，这个，有高而上。那我现在要先弄出来。有浅而深。那我现在要挖的是先弄。哎，先把它的梗呈现出来。第一个。哎，你才知道它的方向、它的位置，然后再来这个叶子。它这个叶子。就是这个已经 OK 了嘛，这个已经 OK 了嘛，好，你要把那个位置找出来，哎，这个位置刚好就是它的边边的，哎，就是它的边边，然后到一个那地方，差不多这个地方，好，啊，这个是穿过去的部分，这个部分就是到这个部分是要挖掉，我才会展现它的叶子。这个在这边看，我们看一下大概的这样。它程序是有最前面的那个先把它呈现出来，然后再往后慢慢往后这样。一整进去这样。好。所以说我在进那个箱子四号，正好这里放一个，然后就有一个那个，就是冰镇的。桃园是最漂亮的景就在这，哦，漂亮哦，可以看很远。这个晚上更漂亮。现在哈，不要看下面，你做一个，同意讲，因为他快下课。哦，那个。他这边同意说明一下，然后他照起来，这样大家回去就会那个。时间。顺便把吴老师的科好的。哎，对啊，因为时间不多哈，所以我们现在老师呢，介绍一下喝叶片的那个地方，还要用什么刀、什么车来请大家我们看一下。啊，老师统一说明。啊，对。叫大家慢慢也在喝。老师讲话，学生要听话。对。快。说。我去哟。来，这个部分外围的部分哦，跟差不多每个人都感觉到都有 OK 了啦，他动作都有呈现，啊，有的人听这个部分都有了。好，我再把一些那个比较这个部分哦，还有角度的部分。好，怎么运用，来一个一个跟你讲一下。这个线条，哎，那个样品麻烦一下。对，因为我们今天要呈现的是一个活的东西，啊，活的东西要呈现比较立体感觉，就要让它有高低不平的那高低的那种呈现层次。那层次要怎么呈现？就像我这边有标一个有一个说明哦，这边有高而下，有浅而深。什么有浅而深？就是你第一面你接触到的东西，第一面一个层次接触到，这点就要先刻出来，然后往后延伸，往后然后深度的地方去浅。啊，这个地方第一个碰到的，就像我们一个板子，哦，接触到的地方。哎，就是这个面表面呈现出来，然后那个里面的深度怎么办？还有一个层次，一二三四，四个层次，然后往后延伸去弄，这个层次表现完了以后，再来这个在后面，这个的后面还有一个，然后你的底
你的背景哦，在这边。然后这个凹槽部分，因为它是活叶的嘛，它叶子活的。还有刚才叫你们那个保护的部分，这个就是未来以后你们挖深以后，从你们这个它的叶子主要的线条往里面转进去哈，就像磕进去，磕出来以后，它的叶子的深度，它的变成一个弧度，哎，就变成出现这个东西来，哦，所以说它这个线条有两个作用，第一个就是保护你的作品，第二个是未来你要需要的它的弧度，会利用这种关系去呈现动作，哦，然后中间这个怎么出现的，就是你的半圆刀，哪一个半圆刀哈，它这个线条部分你去看线条，因为你有一张你的这个图案哈，你不要担心。